blessed with a sou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. In September 2018, General Secretary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, Xi Jinping, made another... 开发建设，在那里度过了八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。这是中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，是一片令人神往的土地。这里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历史，而今天正在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。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，站在新的起点上。 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、更实的举措，推进改革创新，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，完善对外合作的平台，着力建设法治化的营商环境，为各类市场主体合法经营提供更精准、更到位的服务。我们将把市场需求和我们黑龙江自身的潜力和优势结合起来，在现代农牧业。 及有机食品领域，在能源化工和矿业开发精加工领域，在高端的装备制造领域，在旅游、休闲、康养领域，积极的开展国际合作。我们也诚邀各国的有识之士，在黑龙江广袤的土地上，与我们携手前行，共谋发展，共创辉煌。 山好水好，黑龙江水最好。明天会更好。不是吧？谢谢。 更多新闻资讯，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